的曼曼。其实曼曼呢，今天在前两轮当中呢，是以第三名晋级成功的一个人，所以说呢，非常的艰难，但是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他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觉得今天他的表现也非常的亮眼。那接下来的时间呢，还有最后的一首歌了，就是《青花瓷》，也希望你今天能够把这首歌、这段舞蹈演绎的淋漓尽致，让大家喜欢你，并且点击他的关注。好的，那接下来的时间呢，在我们慢慢表演结束之后，那会开启三个人同时的投票，来角逐今天晚上最终的冠军。来，接下来这首歌，请听好。